mm yeah. 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五十四页，倒数第一行，原节中前面一千两百五十个大奥罗汉列出了上首的名字，现在也加入了原节种。 圆觉就是修十二因缘而觉悟的，叫做圆觉；声闻是闻佛的音声，修四地法而成就的，叫做声闻。富有无量，必知无邪。 并其初心，并就是一同，还有那一些初就是出发心。如果初心的底下加四个字，就更清楚，就是并其初心有学之人，那么这样就更清楚了。因为出发心没有正圣果。 当然是有学之人呐！蓬莱佛所，数住比丘修下自治。一同来到佛所。这个“数”有两个角度来解释。 第一个角度叫做附属，也就是加进这个比丘的自治行列，因为他是必之佛，就他方世界来的，也有从深山中里面来的。第二个解释就是。 正好碰上，哎、呃，属朱比丘就正好正值，啊、呃，碰上了朱比丘，休下自治，休也就是停止的意思，下就是结下，休下。 就是解下的意思，停止结下，当然就是解下了。绿障开三天可以休下自治，也就是七月十四、七月十五、七月十六三天都可以做解下自治。 但是，一般都是以七月十五为主。佛陀为什么要制定这个结下安居？像我们现在这个僧团正在结下。但是我们弘法没有停止，为什么？ 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有一些比丘比较有攀缘性，刚好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中间，刚好碰到了雨季，大雨来得快又急，就把袈裟波席藏。 都飘走了。这些外道就开始造口业了，说佛陀放纵这些比丘践踏昆虫啊，也就是地上的昆虫，因为夏天呢、啊，雨季呀、啊，啊。 这个昆虫多，这比丘呢没有像外道。当时外道已经有结下安居的事情，比佛陀的更早。的外道每一年也有固定时间都停止活动，一心修行精进。可是佛当时还没有制定这个结下安居，因此。 大雨来得急又快，啊，就把这些淤一波全部都冲走，而且啊，到处都是昆虫，因此佛为了不杀生，也就是说不让比丘在这个雨季当中杀、踏杀更多的昆虫众生。第二。 也让这比丘安住在大雨来临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安住好好的结夏，也因此制定了三个月的结夏安居。但是印度跟中国都是以农农历来计算的，因此会碰到嫩叶。 这个结下氨基，如果碰到今年嫩四叶，结下氨基就变成要四个月；或者是嫩五叶，这个结下氨基就必须四个月；或者嫩六叶，结下氨基就必须还是四个月。但是如果嫩七叶的话，大部分都是第一个月的七月十五就结下。 就是修下自治，啊，所以也是三个月。所以因此，从佛制定以后，所有的比丘都不敢动，这是圣人制定的结下安居的制度。到今天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如法如律如佛所说。 这样坚持结下安居，所以讲堂从建立到现在没有一年没有结下安居。我们现在也正在结下，但是弘法的事情从来没停止过。七月十五为什么称为佛欢喜日？就是因为从四月十五结下到七月十五结下，这三个月当中，所有的比丘都非常的精进。 所以在七月十五的时候结下自智，很多人都证阿罗汉果。佛佛陀非常的欢喜，所以七月十五叫做修下自智，又称为佛欢喜日，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三个月必须精进，定功课啊，像我们讲堂这样子。 啊，这三个月要念多少佛，要拜多少佛，要诵多少部的《金刚经》，持多少的大悲咒，啊，看个人的喜好而定。呃、因此，啊，我们呢虽然是在家居士，对于比丘的事情稍微略知一二。因此，佛为什么要结下安居？结下安居。 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在节下安居的期间，在座诸位的居士没事儿，尽量不要邀请比丘出去，没有特别很严重的事儿，就尽量给比丘好好的精进，这个是佛陀制定的戒律。但是因为有三种事情可以开源，一。 为父母事，比如说父母重病，啊，要要回去看呐、啊。为为父母事可以请假，为三宝事可以请假。三宝事就是为佛、为法、为啊为僧呐，僧切了，啊,为,啊,啊,啊为三宝事。第三为病缘故可以请假，比如说啊接相机，那么通通不能出去。 那你生重病怎么办？今天他急性盲肠炎啊，现在结下安基了，是吧？不能出去，不能跨进大门一步。那你这个人要放着让他死哦？当然要赶快送医院呐、啊，是不是？所以借力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因此，我们讲堂也是这样，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准请假。 不准攀岩，尽量不要打电话，也不写信件。三个月好好的稳住，听经闻法，这样才有那个结下安居的味道出来。不是这结下安居，心动荡，生了到处啊游游走，美其名叫做参学，其实是晃荡不居。 所以众生往往把自己的解、把自己的习气，认为是解脱跟自在，实在是误会佛陀的智慧。放荡自己的行为及时，即使认为自己已经得到大自在解脱，增长了自己的习气，自己不知道。所以佛法修行必须在事相上里面修行。事相上里面修行，他才有办法磨练。有一次，阿难尊者。 去看极速极孤独眼，也就是极极孤独长者。极孤独长者病得非常严重，病得躺在那个地方很严重，爬不起来。阿、啊、难就去看他，说：“极孤独长者，你有没有好一点？”啊、哦，他说：“长老，长老，我很痛苦。” 病得很严重。这阿难回去就告诉舍利弗、目犍莲，这个舍利弗、目犍莲说：“哎呀，即孤独长者这么发心，啊，黄金铺地来供养佛陀，金色讲经说法，病得这么严重。”舍利弗告诉目建莲说：“目建莲，我们也去跟即孤独长者看看病。” 啊，这一段是出自《杂阿含经》里面的，舍利弗跟穆建连就来到啊这个极孤独长者的家来探望。极孤独长者躺在那边，很严重，爬不起来，勉强的在在《在阿含经》是这样记载，他勉强的坐起来，很痛苦的迎接了。 舍利佛和木建年病得快断气了。舍利佛木建年就问了，说：“即孤独长者，大家都很关心你有没有好一点。”这时候，即孤独长者动念说：“哎呀，世尊要是能来看我的病，看一下就更好啊。” 那么佛有他心通，当然马上就知道。那基士的张泽就跟舍利佛孟建年说呀：“要是世尊有空，请他老人家慈悲来看看我。”哎，这舍利佛梦见年回去向佛陀禀报，其实世尊早就知道了，说好。 我去看看极孤独长者，因此就去看这个极孤独长者。这佛陀看到极孤独长者非常的严重，躺在那边爬不起来。佛陀说：“长者，你好一点没有？”他说：“世尊，我很痛苦，全身像要崩裂，要溃散，我痛苦不堪。”世尊说：“像你这样子。” 敬佛、敬法、敬身，而且不施啊，这个精舍这么护持正法，由得这样子的病苦的折磨，你是一个大福报的人，一样没有办法离开病苦的折磨。不过，世尊平常开示你啊，不尽苦空无常无我。 正这个时候要拿出来用，不要只知道要病苦加一层烦恼，啊，想想看，这个色身自无量劫来就是业力，就是果报，你这么布施仍然没有办法避免这种病苦的痛苦的折腾。佛法一说法的时候，这几咕噜长者一下子得到清凉。 破了身见、边见、借其间进禁邪见，一下子正三国阿罗汉。所以佛陀说：“此正是时，也就是这正是修行的时刻。”也许我们身上有一些病苦，不要一直每天牢骚抱怨、怨东怨西。我们要怪是怪前世自己无名造了种种的恶业。 但反回光返照说，这个病苦也可以当当做我们修行的正上缘，也不错，也不错。所以讲到这个结、啊、下安居啊，就同时啊讲到极孤独人啊，这个极孤独长者正三果阿罗汉这个过程来勉励出家或者是在家不要被病苦打倒。 要勇敢地站起来，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生老病死的苦。想两岸死的时候，那是最严重。现在稍微病苦，正好是磨练。如果你有带来个病苦，千万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要增加自己的恶业，口无遮拦，谩骂毁谤三宝，千万使不得。 让这个果报自然痛苦的结束，我们还有机会了生脱死，往生净土啊！因此，纵然你病得很苦，仍然要坚持身口意清净，这是佛陀的教化。五十五页，复由复制去身。 不读三文在座，更有无量比之云集而来。泛于巨云，必之伽罗，名含恶意所以不翻。今简称必之，一义圆觉，二义独觉。 缘杰是出于有佛事，禀佛所说十二因缘教。作为这个十二因缘教不是直线的，你要观想这个十二因缘像钟一样，无名就是在十二那个点。无名、行事、名色、六路触受、爱、其有、生、老、死，接着又跑跳到无名，就像时钟一样，环环相扣。 无名是十二，啊，无名行就是一，世就是二，无名行世名色六入处受爱其由生老死，再转到继续无名，继续转世投胎，要这样观想。所以十二一年它是圆的，不是直线的，也就是轮回不停。因此无名最可怕，也就是没有智慧。 因此，诸位拼了老命也要听经闻法，倾家荡产都要护持正法，应当如实发言。佛所说十二因缘教，言断正真者，名为缘解。言断，也就是十二因缘，在任何一个言里面砍断，比如说无名言行。 行言事，这个无名一砍断，那么底下通通断了，行就停止了，有无名就破除，那这样就是智慧了。所有的行造作都是无声呐、啊。好、哦，爱其有，爱砍断取就没有，也没有将来有这个有就是业力啊。爱其有那个有就是业力，业力的的有啊，有业力啊，有轮回啊。 有生死啊！因此，言断正真者，这言断就是看摄阴缘哪一个环节都可以断。不过，爱其有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你只要不贪婪，这个世间的无一流程，这个爱彻底的断，生死就了，摄阴缘就停止了。 也就是“谢即是菩提”的意思，这名为缘解。出无佛事，乐读善己，乐读善己，喜欢自己一个人，求自然会。自然会就是本性的智慧。 览物观化，及物无声。哎，览物观化，化就是生灭无常。啊，就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哎，了解生灭，就是不生不灭，所以。 生命当体即空，就是无声染物观化，即悟无,无声者名为独觉。这个是很有功夫的人。诺耶佛事，因为缘觉，应当只有缘觉。经以他方缘集，许有读觉。此人言：“世尊出世。” 五百多劫从山中来，此处无佛事，住事是佛者，人王金云，八百万亿元劫大仙，皆来集会，无学者国满取证。 真谛涅盘，真谛就是真空，空就是真呢、啊，也是正得万法性空。涅就是不生，盘就是不灭，而于界内，堪称无邪，言无量者，即表其数之多也。 病其初心，同来佛所；病则病疾，初心即出发心。或者是一因缘观，言真断惑；一因缘观，万法总是因缘生，因缘灭。言真也是穷究万物之体，本来就是空。 叫做研真，研究彻底分析万物的本体，总是毕竟空。空就是无一法可贪了，无一法可取了，自自然然的无名就放下了，断惑，或者是集机观化。 寂就心入于寂灭，寂就是安定，心定在那个地方，心入于寂灭，居住在定中，观一切法生灭，总是无常，求无无生，所以有的在家居士啊。 刚出学佛，不了解，来到讲堂，又问说：“哎呀，请问师傅啊，你为什么要出家呢？”答案很简单：办法总是生灭无常，没有快乐可言。他说：“师傅呢，你为什么事情都要？” 往这个无常来关照呢？为什么不想说我活得很快乐，我活得很快乐呢？因为他没有学佛，刚刚接触到佛法，师父是不是？我想的很快乐，我自己就感觉很快乐呢？我说那是错觉，生命无常是事实。你讲快乐是错觉，我要活在正觉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要活在错觉的世界里面，正觉的世间就是生命无常啊，诸法毕竟空啊，这是事实啊，这不能辩论的、啊，不是辩一辩就让生命无常变成永恒啊。你要去体悟，那颗永恒的心才有办法，要下功夫了。底下说求物无声，诸有邪人，有邪就事故一下喽，是狮来之水。 师来，这是必知佛，知当然就是徒弟了，知就是住喽，师就是主人了、啊。必知佛来，当然也徒弟就跟着来喽。师之道合啊，师徒一起来同来佛所，乃云集也，云集众啊啊，像这个天空里面的云呢、啊，集合在一起啊，叫、就、做、是、云集，对不对啊？哎、啊。 所以，有的人唱“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香云盖是什么呢？就是妙吉祥。香云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云来集，云来集。所以，有的人唱赞参加这个地方，“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有的人，我们到祭坛上唱到最后一句，就是唱“云来集”，哎，云来集。所以，如果有的个性怪怪的居士，哎，软的不吃，硬的不吃，千发不来，看到他。 似乎就避开来。我常常给他称南摩盖吉观菩萨、摩诃萨，反正软硬都不吃，算不是盖奇怪。哎，反正我们尊重他就好。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是吧？反正他跟人家就合不来。 哎，自己认为自己是对，所以那个就是南无盖吉盖菩萨，无好杀，拍杀的意思啦。你行路行一步倒了，这就无好杀。云来云集啊，非同前面的常随众也。主住比丘修下自志，熟则复熟。 也可以说，啊，正好碰上正直，朱比丘在解下安居，此二句陈述必之来意，为执意修下之时，要护住朱比丘做自治法。这个字就是任意，就是任意你举过，现在的人没有几个人做得到了。 你讲他两三句就不行了。现在我们的教育部规定，对学生不能打、不能骂、不能惩罚。现在的小朋友这个教育啊，那教育教育部就是这样规定啊，是吧？最多最多只能罚这个小学生罚站。我们那个时候啊，很热闹的。 我们那个年代啊，很热闹的，是不是？我们一惩罚，是不是啊？隔壁班的女女朋友、女孩子都跑来看，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到现在名字我都记得，为什么？裤子要脱起来，要趴在趴在讲台的下面啊，脱起来，用藤条打。 真的，他们受受到那种日本的教育，还有传统的中国的教育，恨铁不成钢，对吧？棍棒出孝子，每次都这样讲，打我们还要借借借理由、哦，打哇，打的那个皮绽肉开，家长连吭一声都不敢。哎，家长来打得好，打得好，是不是啊？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这教育就是这样子的。 哪有像现在的小朋友碰不得，还告你？前几天一个国中生，啊，那个老师叫他到训导处来，你知道吗？才站好而已啊，那个同学才十多岁啊，老师讲他几句训他几句，在训导处用脚踹老师嘞，大庭广众老师一堆，用脚踹老师嘞。 你可想而知，现在还小孩子的教育，你看这怎么办呢？打不行，骂不行，罚站也不行。做老师的现在要领那一份薪水啊，实在是很痛苦的，是吧？当老师的几所啊，没有了哈。哦，那很好，啊，当老师的就这样子，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啊，跟我们以前的、啊、传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全部都是网络，全部都是电脑，都不用人脑，写那个字也不会说，嗯，全部都是讲科技啊。我们那个时候是通通要作文，要背诵，那四书五经。 古文观止，孔子、孟子，有时候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说孔子很多书，为什么讲那么多话？现在才知道孔子很好用。哦、哎，有没有念那孔子那那么多，你现在文言文看不懂，所以啊，现在就会感觉感感受到说，我们很感恩老师，打呀骂呀，藤条，哎。 打了，同学就拿去丢掉、哦。老师来说：“你们尽管丢，我准备一百只，而且你丢一只会，第二只会更粗。”他买一百只，一越来越粗，越来越粗的。你们打，你们丢没有关系，没有人敢丢，因为丢了下一次就更粗啊，就一只比一只粗。那你丢没关系哦。没七八鸡的蛋力没有人敢。 我们连看医生都不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说实在要考上大学是要相当相当的实力跟程度的，不是现在六十分可以考上大学，嗯，三个字好好笑，录取率百分之九十五啊。 很可怜了，现在的学生很辛苦。底下啊，说此二句，陈述必之来意，为之一修下之时，要护主朱比丘作自治法。朱比丘指常随众，必之是之外来参加修下者，此下也。 又进也，佛赐比丘结下安居九旬，旬一个旬就是十天，九旬就是九十天，九旬进驻啊！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在家居士结下安居期间没事儿，尽量不要麻烦比丘，就这么交代，意为节制办道。 二为护身避嫌，因为一季大水啊来了，所以佛制的戒力不要去伤害昆虫。休下就是九行现满，结下休止之时亦为解下，亦称解字。当此下境，佛至七月十五日解字，注意，如果是嫩四月、五月、六月。 结下安基则是四个月，就是这样子。考核九行得业，和就是几发有罪的人，审核的和审查一下九行得业，做自治法。孤山曰：自知离开三日，七月十四日也可以，农历七月十五也可以，农历七月十六日也可以。自治者。 自知己过，自行承说；自不知过，知任升举，也就是任他生，检举其过。对众白耶。啊，白言对众白言，大德长老或见我过，如果看到我有什么过失，或闻我罪，或者是听到我有什么罪过，或疑我犯，或者怀疑我犯戒，知任所及任你所检举。” 哀民 I mean, 欲我，这个当做动词，欲我不是与我欲就是告诉我，当做动词用，请你哀民的来告诉我，我当忏悔，诸位这是何等的胸襟啊哎，现在不是大德长老。 不要见我过，不要及我罪，不要怀疑我犯罪。如果及我罪，我当杀掉你，我绝对不忏悔。<laughs> 现在，现在刚好又反过来了，哎，打死不忏悔，哎，会干掉你，你试试看。哎，差不多现在就是这样，不一样了。我们跟佛在世所过的日子完全不同了，是不是啊？ 故曰：“古自治恐有瑕疵；即电轻重，瑕疵就是过失或者是缺点。电这垫清净，就是五入清净众。此经虽为大圣了义之教，本科本科就是这一段呢、啊。” 必之初心，即属当机之众；或者必之佛，或者是触发心的，都是楞严经对机之众。经营哀悯会中，严结声闻，以菩提心为自在者，开无上圣妙修行路。 又云，另有学者，就是试过一下，从何设伏？到底怎么样来设心来降服自我？愁绪攀缘，攀缘如果加一个心更清楚。啊，愁绪就是往昔，以前都是用意识心、分别心在攀缘外境，怎么样能够降服？ 诸位，没有没有经过真枪实弹修行降服的人，那刹那之间的冲动力、爆发力，没有办法克服的。譬如说，你碰见碰到一件很生气的事情，这个说就看功夫的，有功夫的人，如如不动，像佛。 稍微功夫像菩萨这样子，稍微动一个念头，色心无所住。啊，再差一点的懂得回光返照，那么最差的，就是很冲啊。所以那一念的八世田中无量劫来的意识吸取那刹那之间的爆发力，修行。 就是在修这个，他的爆发力越有修行，那爆发力越来越就越没有力量。爆发力就是烦恼力。我们刹那之间的爆发力就是，蕴藏在八十天中烦恼力。平常我们可以讲的很好听，我原谅你，我宽恕你，但是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那一念爆发力，像佛。 就没有爆发力，佛完全是智慧力。他如如不动，他连爆都不需要，连降伏都不需要，因为久远劫来他就这样修行，碰到什么事情连动都没有，如如不动，不取一下嘛。哎，这是功夫很好的，所以修行佛道，在那一刹那之间的爆发力，越有修行的人就越容易降伏。 而且时间会缩得越短，这个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不要问别人，说我能不能往生？印光大师《精华录》里面讲，不要每天问别人，我能不能往生？我有没有修行？印光大师叫我们，看看你的习气断了多少，就是所谓恶劣的爆发力，是贪嗔、痴。吃 或者是攻击、伤害、排斥，啊，骄傲、嫉妒、我慢，哎，这种瞬间的爆发力，能不能瞬间降服？换句话说，越有修行的人，越能调伏的人，瞬间的爆发力一爆发的时候，他马上就摆平，笑一笑，这个就是功夫。 因为临命中就是靠这一念，靠这一念，所以我们修行能够降服自我，愁绪的攀岩心就是往昔的执着，强烈的意识分别心就是吸气呀、啊。能得陀罗尼，这个就入总持，入佛的之见，去令其回小圣心。 向大圣道也，啊！缘觉众就是这一段，以下是菩萨众，说十方菩萨自觉心疑，自知就是问的意思，哎，要把内心里面的疑惑。 做一个，哎，采决，做一个决定。对对，礼上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叫做知觉心仪，清奉慈言。清就是清晨，奉就是奉事。三宝弟子都要做这种动作的。 清晨奉事就是供养，慈言就是慈悲，还有威严，也就严肃。这个就是佛的恩。清晨慈言就是诚事供养佛，慈言就是指佛陀。将求密意，要求这个哎密意。 是如来藏性，如何能够驱无旧精涅盘菩提？所以自知之时，不仅必知贤劫，而十方菩萨亦来亦会。菩萨之劫见题中，就前面解这个经题当中已经解释过了。 知谓知问，为什么又有疑问呢？结求决断，心疑及心中之疑。但是我告诉诸位，这个问问题呀、啊，还是要有一点点水平才来问呢、啊。哎，没有一点点佛学底子啊，就是绕着圆环转。 师父，什么叫做无名？我就是无名，就是烦恼执着喽。啊，烦恼执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智慧呢。啊，师父，那为什么会没智慧呢？就是因为无名喽。师父，那为什么会无名呢？无名就是无始劫来啊，无量劫来，我们本来是佛啊，自信是佛，但是因迷。 啊，而变成众生，就是、说师父，那本来是佛，我们又为什么会变众生呢？邪蒙啥会啊？一问火就越大，这个没办法解，因为他这佛什么都不懂，他就会像绕绕圆环里面一直绕，一直绕绕不出来，是不是？ 哎，然后他就要再问下，去说好停。好停。哦，师傅不能问问题吗？可以，三年后，三年后你再来问我，三年，哦，三年。后来啊，回去自己看，呃，DVD 啊，VCD 啊，佛教电视节目。三年后碰到他，哦，师傅。 我自己听啊，三年内啊，自己的问题都慢慢慢慢自己解决了，是的。所以佛学啊，要来问呢、啊，诸位要有三五年的基础啊，你来问还有一点点谱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还有一点谱啊。你那刚刚初学的，对不对？那也没办法，哎。 不过，这初学佛法就求法心切，但是不懂。哎，有的人呢、啊，来打八关斋戒，一个鸡士，一个女众鸡士，他什么八关斋戒从来没听过，他只听到说：“哦，八关斋戒一天哦，六十万事哦，衣食无忧哦，他很高兴哦，来打八关斋戒哦，还打八关斋戒啊，打八关斋戒以后，哎。” 我们要吃八关斋戒啊，啊，要过午不食啊，他也不晓得什么叫过午不食。哎，后来晚上就回去呀、啊，家里呀、啊，哎，就回去家里啊，肚子饿，肚子饿去楼下，刚好后边附近的菜市场买什么？买鹅肝。八关斋戒跑去菜市场买鹅肝。阿弥陀佛。 反正那狗不是听不懂啊，啊，就买啊就吃了。第二天我问他说：“啊，你功德赚起来了？”“是啊、哦。”“我昨天打八关斋戒嘞。”我说：“啊，你回去有没有好好念佛啊？”他说：“没有嘞。”“为什么要念佛？”“我回去肚子饿啊。”我说：“肚子饿。”肚子饿。’那你做什么动作？”我楼下刚好菜市场，我去买鹅尖、啊、哦，阿、哦、弥陀佛。 哎，我说那个过午不食就是晚上不能吃了啊？还有这样子哦，哎，是、就、不是啊？啊，八卦在，我们在呢，<laughs> 很糟糕，统东不知道哦。哦，所以说，哎，我说哎呀不错不错啦，你是第一次来嘛哈？哎呀，很了不起啦，我的师傅就赞叹他说啊，因为他不懂八卦在戒嘛，不过也跟人家在那边练了一天的佛，哎，不错不错，那、啊。 我说八关斋，就是要守八条戒，然后过午不食，那个最重要，知道吗？下次要注意说。说哦，知道知道了。所以啊，听起来好笑，但是呢，也结了善因言啊。所以师傅就原谅他，下次向他注意。好，前面这一段我们再解释一下。说十方菩萨。 自洁心仪清晨辞言，呃，清风辞言，将求密意。这自知的时候，不仅避之贤劫，而十方菩萨也来议会。啊，菩萨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个知就自问，来结求，来阶段，心中有疑惑，心中种种的疑问。菩萨在大胜利里未能心如一力，所以当休下之奇而来自问于佛，请求阶段。 佐助比丘修下这之,之二句，可以连上面必之佛，以及这个菩萨皆云雷，啊，皆云集而来，复足法会也。以下啊，说清晨此言啊，将求密意者，上之决心一事事。 是一世将求密意，又是一世清奉是清晨啊，清晨奉是静顺无为之意，来表菩萨之心。慈言是慈悲、严肃、恩威并注之称，用显如来之德，将求。 是欲求未来存诸心，而未行于口，也就是没有讲出来。秘密有二事，一则就是秘密之意，菩萨自在菩提自是，就是当然。你去充身，冲就是虚。 哎，虚就是空的意思，就是不可测，冲生自是理气冲生了、啊。菩萨自在求这个菩提呀、啊，啊，当然是理气不可测了，很深呢、啊，所以称为密意，而曰将求者待。 自致法境，啊，乃行请求二，也就是密因了意，以为悟修之本，不可不求。而因将求者，正是心有所待，此菩萨为密机，也就是能言发起之众。所以经中如来见机施化。 因为阿难是惰，而以说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以密应菩萨之求，正见感应道交之妙。所以这这一段是十方菩萨知己心仪啊，问一些心中的疑惑。 清晨辞言将求密意，其、就、实、是、啊，一次又一次的自问结求断，种种的疑惑，通通在这个休下之期间来问佛。清晨辞言将求密意者，上之结心疑是一事，此将求密意又是一事，哎。 密将的是如来啊，不生不灭如来藏性，所以清凤就是清晨凤是静顺无为之意，乃是表菩萨之心；慈言是慈悲烟肃、恩威并注之称，用显如来之德；将求是欲求未来，欲求未求，存诸心，但是没有行一口。密一个是秘密，一个是密音了意。 哎，菩萨自在菩提，当然屡气充生，故称密。而曰将求者，待自知法境，乃行请求。二即密一了意，以为悟修之本，不可不求。因为你要找到根本，而因将求正是心有所待，所以菩萨是密机为楞严发起之众，所以经中如来见机施法诸位这个见机要看根器。 很重要，为什么小根气的就像小昆虫，饮一点水可以饱；大根气的要饮很多的水啊。比如说大象，就大鸡啊，是佛常常鼻翼啊。说法一定要鉴定这个根气啊，看是小根是大根的啊。因为阿难是多而已说，如来密修正了义，因命菩萨之求正见。 感应道家之妙，即是如来夫坐宴安，夫就是菩萨，宴安就是安详的，啊，在那边坐着，为诸会中心事深奥，法言轻重，也就在做菩萨声闻，言就是法席，啊，就像我们呢办这个。 啊，九十一样的啦，啊，参与这个啊结婚典礼啦，哎、呃，人聚会，哎、呃，可是现在呢是讲法，所以称为法席，也是法言，法言轻重的未曾有。这一段有两种解释：一就自治法会来解释，其实就是当时候，也就自治会上，如来应时。 集结、应时节，赐福尼斯坦，尼斯坦就今天我们所讲的坐或者是卧具。但我们今天大圣的中国佛教，把这个具当做展具来礼佛，事实不如法，不如法也没办法啊。佛当时在世，展具，是为了坐下来啊，所以这个具。 坐下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展具啦，要的，呃行大礼啦，要礼佛啦。事实上，佛在世，尼斯坦是用来坐的，或者是卧的。支付尼斯坦，尼斯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坐具。哎，因为以前呢，啊、呃，印度啊，当时呢，并不是我们现在的。 哪里啊都很干净、啊，啊重视这个卫生，是不是？如果你有机会到印度去看，印度到现在还是一样哦。牛满街跑喽，他们把称牛是神咯，印度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整个庙里面都是老鼠，真的、哦，庙里面都是老鼠啊，你看 Discovery 频道就这样子了。 那牛呢？到处都是大便呢、啊。我到尼泊尔去啊，印度我还没去。我到尼泊尔去的时候，是加的满都。哇，你这不会说那是什么味道？这不真的不会说那个他们那个国家也很奇怪，神比人多，然后拜拜的东西也不收起来，就放着给他臭酸，收味很重。如诸位。 如果你住在台湾，很不满意，很不知足，我奉劝你，不要去先进的国家，不要到欧欧洲去，到美国、加拿大，这个是先进的国家，日本都不要去，去哪里？去尼泊，哦，那种感受就很深，就是我们住在台湾有什么不知足？ 我到尼泊尔的时候，尼泊尔是《什么讲的喽。要借一个厕所，都不借。我去跟导游讲，啊，说他们为什么不借我厕所？他说他们根本没有厕所。我说啊，没有厕所，要有钱的人就有厕所，要有钱。好了，因为到处满地都是大便呢、啊，真的。 回到台湾，只要只要上厕所，就感觉到上天堂。没有一个地方不满意，没有一个地方不知足。哎，所以去了那边就看到那边的很穷呢、啊，小女孩都在叫卖他们的纪念品，纪念品。 啊！他说跟我讲，他们不会叫师傅，然后碰到我那个小朋友小女孩流着鼻涕，你跟我讲，八个八个一百，四个数个五十。我说我知道了，这还用你讲？八个一百，四个当然五十啊！这你要窗户在那边一直讲，因为他只会讲这句。 八个，八个一百；四个，四个五十。他每次都背这一句啊！哦，好可怜哦！他们就一直生，一直生。尼泊尔的观念就是生越多，母亲也能升天，就拼了老命。爸爸妈妈就一直生，就一直生了、啊、放久了就没有办法，吃垮了政府。所以，尼泊尔值得去一下。如果你对台湾不是很满意的时候， 去走一走，因为那个国家也没有什么，最留恋的就是期望。那个期望，我们去两夜多严重，衣服洗好晒在那边两天两夜不会干，太阳是那么大，也没什么好玩。他说：“哎呀，师傅啊，去做大象。”哎呦，我说：“哎呀，做大象不晓得有没有犯戒哦。” 骑他下辈子会不会被他骑？这要考虑一下。说师傅，你不要这样子，你观想去度他。我说，嗯，你头脑比我好，好那就,就骑上去了，就骑大象了，就骑大象，就是吃毗卢遮那佛咒。骑着骑着，骑着毗卢遮那佛咒的时候，看到前面一头大象，嘣，那一坨的大便呐、啊、冒出来，吼，去完讲了几个位。 好大一坨，吓死人了！啊，就没什么好玩的，就这样子咯。啊，去到尼泊尔的时候，那个机场好好笑。过海关，两间破就破屋子。你没有看过那个机场，机场没跑道的呢？真的，机场没有跑道呢。我们三十几个人去，坐了两两两辆轻型的飞机。 我很怕它掉下来，一直念观世音菩萨。那个机场都是 open 的，开放的，一片都是草原，一片都是草原哦。人骑脚踏车可以穿梭哦。在台湾的机场没看过脚踏车骑来骑去的。我们去尼泊就是这样的、哦、那个机场人可以走来走去的。我们坐飞机旁边还站一堆送机的人哦，一直看我们哦。 哎，一直看我们呢，黑黑的啊。然后，他们也不用钱币的哦。有时候到比较荒郊野外的地方，没有用钱币的。现在二十一世纪哦，你想想看，还没有还有国家没有用钱币的、哦，以物易物的哦，对不对？哎、啊，我们这一团有一个天才，带了一堆什么卫生纸去换，碰到人就贱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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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换了一堆。 东西回来好厉害啊，呃，所以到了这个那个地方，哎，会发现其实烦恼还是来自于这颗心。如果我们有机会，不要去先进的国家，去落后、很落后的地方，你会很珍惜啊、哦。原来台湾是天堂。所谓地狱是自己打入的，自己起烦恼的，不错了，真的在台湾啊。哦 底下这智福尼斯坦聚一座，厌则恬然极静之貌，安则安处不动之仪，为诸自知法会之中，常随云集大众做自知法会，结魔之法，结魔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开会了，以除三圣圣贤之过过罪心疑。 啊，有什么心？有什么怀疑？即先是深奥之意，法言轻重，言则习也；为法习海重而曰轻者，也就是三业无亏，也就是深夜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诸位，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习否？ 但是我们以佛为标准，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使三业无亏。经中处处可见三业清净之重要，也就是成佛的关键。六尘不然，过罪既除，心疑已逝，各皆欢喜，得未曾有。二，也将求密意解释，其实。 即疫情时，如来应机施教，复作印安，为诸会中一类秘机，先是甚深秘密奥妙之意，经中无文。意思就是经中并没有这一段文章。例如佛未说法华之前，入于无量益处三昧。 我们《法华经》用台语讲过了，无量是乃三圣五圣等无量法门，也就是无量意，义处乃是无量义，这一处也就是实相。哎，什么叫无量？就是三圣五圣等无量法门，意就是无量义，无量意，无量义的意处是什么？无量义之所意处是什么？就是实相。有些正的实相就入三昧，就得无量意处。 生出无量法义一处之十相无相三昧，叫做无量一处三昧。生出无量法义一处依,依靠的一一处之十相无相三昧。什么叫十相？就是无相。什么叫十相？就是无不相。所以先说无量易经，但是法华经中也亦复无闻，亦直准此。 出自知先集中境，接下来这一段，是闻音后自重。哎，也就是说，佛的音声，听佛听到佛的音声，再来集合的，叫做闻音后自重啊，嘉陵。 仙音迦陵，也就是佛音啊，仙音迦陵跟仙音都在描述佛的音声。后面有解释：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力而为上首。现在啊，也讲十方恒沙菩萨，这个楞严大法会啊，可不得了。 只除了佛以外，无人能说得出。所以十方恒沙菩萨来集道场，当然是文殊师利菩萨为上首了。这表示《楞严经》叫、就、做、是、开大智慧的，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代表，那么就是开会的楞严。因此，我们了解看人就知道这部经的重要，在开智慧。嘉陵啊，巨银。 嘉陵平且，此音妙声，哎，中国话叫做妙声，又称仙音，鸟鸣也。此鸟在切初音，这个字打错了，切初音，中间。 左边下边是个卵，我写好这个名字，这个字，你看一下，看这边这样子，啊，那你看不？这样够大吗？你看哦，它这里啊，这个这个地方知道吧？啊，这是卵，是吧？哎，这样看得到啊，这个字才是正确。 那怎么注意呢？啊，我学过注意符号，就看这边，哎，去一叶切，四声切啊、哦，这样看得懂吗？这蛋已经孵出，哎，这个字念切啊，因为讲讲了老半天，用字写的比较快了，啊、哦，但你们看得到啊，这个字够粗了吧？不够吃，我下次用大字报。 啊！这雌鸟在切出音，已经与众鸟，已经超过众鸟了。其音和雅，听者欢悦。有云，迦陵频伽是先秦其音非众鸟所可及。如来法音微妙，超过一切音声，故以喻之。 又佛名大劫金仙，所以称为仙音，骗十方界佛之音声，趁性周骗，但有缘则皆可得闻，要看你有没有缘呢今玉召集诸圣，所以骗至十方世界，保吉金云。暮年是佛音声，以身诸力飞过西方，横沙过度，黄铜静闻，还是一样。 这一佛国到了另外一个佛国，报身很大，报身甚巨呀、啊，很大。啊，泛波的围边，也就是泛波，哎、啊，这个波的边沿呐，上边的边沿，可当道路，可见那个波有多大。那个波拿起来，可以坐在波的边缘上面，那个波的圆圈外围，可以当做道路。 人可以站在上面走路，你看那个国家，是吧？那个佛国度人，报声有多大？吃的那个波有多大？其实这就是报声甚巨，饭团啊，饭波为边，可当道路。暮年正席而尤其上，你掉进去波里面，哎，一直游。 比诸弟子见已，问佛：“何以此虫近人其头？为什么这个虫是人的头呢？”啊！比佛告曰：“此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高足弟子木建年神通第一，未可轻视也。”佛木年因何至此？你为什么？ 来到这个地方呢？答曰：“欲穷佛音，想要穷就彻底；想要彻底的了解佛的音声，到底能传遍多远？比佛欲言，佛音无尽，非奴可穷。佛的音声是无穷尽的，不是你的能力可以穷尽。” 暮年闻已，遂还本国。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恒即恒河，正因静切河静啊！这个念静，g 恩静，四声静，静切河。此因天堂来，恒河发源于雪山之顶。 阿鲁达茨，壮其来处之高，壮就是形容。这里边有一个阿鲁达茨，这阿鲁达茨是来自于雪山之雪水，所以形容来处是很高的。故曰天堂来，此河阔四十里。当然以前的里数比较小一点，所以、啊、看起来就很宽了啊,啊，事实上没有。 这四十公里还得了？细沙如面啊，些细如面粉啊。举此沙数与一菩萨之多，而菩萨信闻通达，故得文音远及。哎，文音能够远及，来即道场，道场乃自至，做法。 半道之场，也就是七环金色也。文殊师利二位上首，文殊师利意淫慢殊师利，此以妙德，其德为妙，成为七佛之师，所以文殊师利不是普通，这是佛在来的。我们这里呀、啊，人家问说。 哎呀，师傅啊，你这里为什么叫做高雄文书讲堂呢？我说这其来有志，因为高雄啊有一个普贤讲堂，就是啊，哎、呃，我们的高雄在弘扬正法。 那么我们怕跟人家重复，所以命这个文殊讲堂，高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叫起来也比较通顺，免得重复。他说：“哦，师父哦，你命这个文殊讲堂，人家就说很有含义哦。”我说：“什么含义呢？”人家就说：“你是文殊师力菩萨。” 所以命这个文书讲堂，我说胡说八道，我哪是这样子的心呢、啊？你这样放犯妄疑不好，要赶快停止，莫谤师父，谤师父则不善，这样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命这个命这个文书讲堂，很简单，就是不要重复，让人家叫错了。哎，那如果说啊，到处都是文书讲堂。 有人下飞机坐高铁来，叫计程车。哎，他可以，我要去文殊讲堂。说文殊讲堂有七个，你要去哪一个？啊，你看有七间文殊讲堂。假设说了哈，那高雄没有嘛？我们就是只有这一间呢、啊。啊，所以我们去叫命名就是这样来的，又一妙吉祥。 降生之时有十种吉祥瑞象，又称妙手，以智得生妙横重守，恒击众手，在华严为根本字。根本字是对后德智讲的，根本字就是正德诸法毕竟空，叫做根本字。后德志就是后天必须所种种学习的，也叫做后德志。 在本经为择法眼，也是用智慧选择，哎，叫做折法眼。身本就是九眼劫来，乃过去龙种尊王如来，所以文殊师利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也是佛。再来的，现在北方为欢喜摩尼宝鸡如来，未来成佛名曰普现。 盖为影响大化，世集一门为众上首。问：诸经听众皆有八部，此经这本楞严经为什么不列天龙八部呢？何以不列天龙八部呢？答：诸经别序各有不同，有的列天龙八部，有的不列。本经在别序当中发起在字字实实，也就是接下安经那个时候解下的时候。 乃是考核九行德业，前属于三圣生世，就是菩声文言劫菩萨咯，啊，三圣生世咯，全部都现出家相咯，是以不列天龙八部，二广列听众静，和尚科出正信续经，也就是证明这本楞严经是可信度的，绝对不是未经，不是杜撰的。 好，底下六十页呢是发起序，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加入能源冠《楞严经》易观，翻开易观八十二页。为什么我们已经讲了《楞严经》的讲义，还要再讲一遍易观呢？ 因为文言文有文言文的程度能看，白话文可以做补强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成观法师的《楞严经》易观，它里面的见解。 能增广我们的见闻。换句话说，这一本的注解跟楞严经的讲义也有许多不太一样，而且有的资料它比较详细。为了补强工作，为了增广见闻。 为了使大家更大的受益，所以我们在用白话文把它消文示意一遍，绝对会让大家普通受益。也希望楞严经的 DVD 或 VCD 能流通于未来。 各个阶层都能受益。我们也没有时间的限制，讲多久算多久。我们不会说限制说，急着要把它讲完。那么不急着讲完，就必须要发挥里面的毅力，增加里面的故事，还有活泼性。 更使得《楞眼睛讲起来有更丰富的内容，也满足了各个阶层根器的需要，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再把它看一遍。但是告诉诸位，这里面绝对不能用说这样是不是重复了？没有，没有。 因为里面呢、啊，《能源经、啊》一贯啊的见地很好，我觉得值得参考，绝对有更大的受益。这绝对不是重复。八十二页第二节细分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四落花城。 其黄金色。就是如是我闻。我是指阿难尊者。此句意为：此经为我亲从佛闻。《大般涅盘经》中记载，佛临入涅盘前，阿难利尊者叫阿难问佛四件事：一。 佛灭度之后，佛弟子将依谁而住？二、佛灭度之后，以何能为师？三、于经典结集时，一切经所应安何语？也就是一切经典应如何开始？四、恶性比丘应如何处置？佛答：一。 如来灭度后，佛之弟子，因依四念处而住。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二要以戒为师，戒在佛在，所以以戒为师。以上两者为达自修，四念处。 为定慧等慈，以戒为师，为不舍戒力，戒力者慈悲也。所以不舍戒力，就是不舍悲心，持戒就不会伤害众生。是故如来达佛灭度后，佛弟子应如是自修，自助定慧，不舍悲心。注意听，那几个字很重要。 自助定慧，不舍悲心。为什么讲自助定慧？你要自己安住在你的心性上的定根慧，不从外得。换句话说，世尊佛或者是师父，也只能作为各位的增上缘。悟不悟，解不解脱，还是要看。 各位的努力，所以叫做自助定慧。因为心外无佛嘛，心外无法嘛，法就是心性，就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要自助定慧，也就是用自己的如来藏性运用观照，打破无明。 安住在定慧里面，不舍悲心，也就是不要去伤害众生，对因果负责任，也就是持戒，就是皮尼。所以，一个真正持戒的人，连一句恶口都不会出的，一辈子都不会讲一句恶口的。第三，将来结触经典的时候。 一切经手应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以某某大众聚，这是答如何利他。我们今天看的经典就是这样子，啊，经手都是这样，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以某某大众，表示此经可信。第四，恶性比丘。 再三的劝诫，护恶不迁，护就是做，迁就是改过，也就是作恶而不知悔改的，这个恶性比丘，师父出家了三十年，真的是有看到，是真的看到，有时候连机士看的都摇头，我们。 法师看得很难过，可是他没有自觉，哎，因为出家众良莠不齐，所以有的习性是真的很严重，有的那个口业呀、啊，实在是不敢领教，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劝我们也劝不来，同样是出家众，也不好说。他也不助生团啊，助生团一个斗过一个，一个斗过一个啊，讲来讲去就是他对，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错。哎，那个刚强难调难辅，所以这个是恶性比丘是很头痛的。 所以，因此我们呢，要剃度还是要经过慎深谨慎的态度来观察。如果实在是不行，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剃度的。这是恶性比丘，其实佛也头痛，其实佛在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何况佛灭度以后，你看看这个恶性比丘，两千五百年前，人家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根器漏裂。恶性比丘难调难服，你再三劝诫，也没办法，是护恶不迁，则应莫病之，不以共语。诸位，有时候你莫病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跟你吵啊，所以有时候，像以前住在四楼因为比丘，大家已经都不要跟他讲话了。哎，他还是认为他自己是对的。哎，就没没没有办法了。后来他已经离开了，回归到平静了。所以因此啦。 我跟当家法师讲，宁可人少没有关系，我们要记起唱功的呃告诫。人少没有关系，也是非也少，工作量稍微大一点。人多看起来好做事，可是是非也是多，所以还是要做恰到好处的教育。 劝告，用生团的力量约束。其实啊，佛说莫病之，有时候你碰到很恶劣的，莫病没有用的，他会打人的，他会动武的，会砍人的，所以你不是哦，用慈悲心来感化那种恶性的比丘就,就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的，我们碰过的。 哎，看起来很难过，可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不以共依，也不共住，不共住没办法，你赶赶不走他，所以这是答案如何令僧团清净和合这一条，以自修化他，以及护持正法、令法久住，皆有关系。 一时为在某一个时刻，为在某一个时候，佛经之所以不定说为何时，是有深意的。因为佛法是属于一切众生之法，而非专属于某一个国度或某一个民族。所以佛法是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国度的。因此佛法可以流于宇宙。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度，只要有缘，而且佛注释说法时，常于各国游行布教，而各国的纪年与历法之计算也都不一样。为了避免争论，所以只标一时，没有标说某年某月某日，没有。佛梵音叫做佛陀，意义为觉者。 或者是已经开悟之人，而如来之觉为正片之，正片之就是没有一法不觉知啊。哎，即三世十方，四出世间一切因缘业果，如来以佛言，佛智无不照了，故称为正片之觉，又称为正等正觉。 因此，看到佛这样的功夫，我们自惭形秽。两千五百年，我们的今天，也会为了一点小事情困扰，也为也会为了一点点少钱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佛陀说，众生，什么叫做众生？是值得可怜和同情的，叫做众生。是名可怜悯者，是让有智慧。 的人来怜悯的，叫做众生。所以佛陀从不恨众生，他只是用很可怜。也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好几次的是很可怜的众生。赤罗发城就是乔萨罗国之都城，此国之主为波斯匿王，此国在中印度，位于加比罗卫国之西北。 波罗奈因之北方，此亦即法显传所谓之居下罗国。世尊，曾前后一此居职二十五年，经常一次开示佛法。其黄金色，金色为进修泛犯之所居之色。 此经色又称为“奇树及孤独眼”。奇树为奇陀太子之树之意，奇陀太子为波斯尼王之太子，及孤独，顾名思义就常常啊给这些贫穷孤苦无依的人呢，及孤独就是给予呀、啊，给那些啊孤苦啊无依啊独自一个人呢、啊，叫做极孤独啊。 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名字啊，就是很慈悲的一个人，就很能布施的一个长者，为悉达多长者之雅号。因长者常好施一切贫穷、孤苦之人，所以世人尊称他为“其孤独长者”。悉达多长者为见一生方供养世尊及弟子。 便于其陀太子之要求，以黄金布满七陀花园，而购得此盐一件金色。七头太子言：虽黄金布地，但树所在地所在处，黄金不片，盐为你所所拥有，但树仍属我所有。我愿以此为等树，以你的盐一起供养如来。因此，便称此金色为。 其树即以独言，啊，那么还则就是林也。经文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大比丘众比丘为佛门出家南众弟子，受持两百五十戒，称为比丘。有比丘之言语有四，一叫做不谋。 由于佛弟子支持如来清净戒法，当得出离三界尘染，故谋大部位，因为魔贪婪无益，所以一个贪婪无益的人难离魔界。二起誓，比丘僧悉离诸世间一切名利作业，不与俗人争名争利争位。诸位法师，这几句话要看得很清楚。 做一个比丘有多么的不容易，要放弃世间所有的名利，作业不与世间人争名、争利、争位，什么都无争，才够资格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一个出家人，是个大丈夫的行为，是多么的值得让人家赞叹、敬仰。所以我们要互相勉励，所以其实以自活。 有此起时有两种：一为向众生起饭食，也就是断食，维持色身以修犯恨；二向佛起法时，以张扬法身慧命。又佛之比丘起时，以治活命，是为比丘之正命，不以世间之行业而致活命。除了有如上之恶意。 以离俗，也就不为世俗行业；二、呃、无争，不以俗争名、争利、争权、争位。迥然超出世间，这个迥然就是远远的超过，远绝对远远的超过啊世间。 此外，善有如下之意：三寡欲之主，比丘起食而活，不但能食物上少欲之足，因不做世间行业，所以没有收入，因此其他衣、住、行等等，也都必须寡欲之足。所以比丘要少欲，在家居士要看情形。 对吧？因为有家庭、有婚姻、有事业，所以能够广义知足的居士，是污泥里,里面的莲花。我常常赞叹在家居士，我们出家修行比较容易，在家护法居士实在了不起。有婚姻、有事业，又要拿钱出来供养护持正法、护持三宝，实在是让人赞叹，就像在座诸位一样。 第四，修行忍路众生根气不一样，有的众生有善根儿，知道恭敬不失修行人；有的众生根气下劣，不但不知不思修福，反而诽谤、骂入讥笑，这个有的、啊。所以比丘起时,时，实为常行忍辱，成就忍辱恨之要道。 第五，弃我慢，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依世俗人之见解，最为可耻之事，不过向人乞讨，向人伸手，有伤自尊心，所以世人非不得已，皆不出此下策。而修行人为成就法身故，起食而活，正好以此调伏无始以来之我慢习气，破除我慢。 但是我们今天在咱们中国，或者是台湾，都不行托钵了，是不是？要不然我拿着钵，明天出去嘉陵街托钵，你试试看。拿给我的不是饭跟菜，都是零钱。要不然我到大热去做一天，你试试看。 啊，有的会用丢的，天我们还能合掌令欢喜，还不能生气，啊，真的，这比丘啊，让你去乞食啊，试试看。这现在的比丘比较好命，哎、啊，真的，吃的住的统统好，所以我这个观念啊，就是慈航菩萨来的。 细指那个肉身不坏的慈航菩萨，慈航菩萨影响到绿航，绿航法师影响到广化律师，广化律师就影响到我，所以我总是把最好的供养我的徒弟，不管你是外来的，我没有分别，所以不要为了煮饭而困扰。慈航菩萨就是这样子，让法师有时间拜佛、念佛、研习经典、参禅、施政。 做师傅的人要苦一点，哎，但是如果反过来，师傅要磨练徒弟，要像南传的这样子，要吃一餐饭，要出去托钵，你就开始那个我慢习气就会出来了。为什么养尊处优习惯了、啊？虽然是知道我们是出家。 可是要成为骑士，没那么容易，降服不了，是吧？让人家远远的抛一个铜板来过来，你你的这个，呃，玻璃面，你就要用眼睛瞪他，搞什么东东？要供养也不放慢一点，是吧？因为吸气哦，真的要做这样子，我慢的吸气，完全降服。 向人向人家乞讨哦，这个要很大的功夫了。以下第六，修行无我，佛之无我智，非但言说，是要从实际的定慧观汉以及示威仪中去做的。前上所说，比丘于其事中破除我慢，我慢即破，无始以来之我执、我见、我爱等我相。 诸位，这三种情绪一辈子的痛，执执着，佛在经典里面比喻执着，就像大石头压着你喘不过气来；大执着就是大石头压在心里，小执着就是小石头，不执着就是没有石头。我见就像什么？我见就像蜘蛛网。 我见就像蜘蛛网，他到处都建立种种的观念，也捆死自己，认为自己的观念是对的，只有我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对的，处处看不起人家，诽谤修行人，诽谤道场，就是我见；说我爱就是陷阱，就是火坑。 所以，我知我见我爱等我相，一定要慢慢的了悟万法不可得，凡所有相即是虚妄，一定要坚持放下。一切随而易破，我相破矣，就是无我。若得无我，即是无我自现前。是故，《金刚经》中，佛虽开示无我无相之法。 然也从佛世线自持一波入社为大乘起时为时，正贤体现无我第一空理之本，乃至其起时时，有大乘佛教中出家众虽没有日日托钵行乞，然种种化缘以及不做俗业以信施活命，乃至寺中点灯。 打斋等以维持寺院开支，其实之上皆以依靠信施之起时无意，因为我们中国跟台湾不行起时，我们就变种种的善巧方便，其他的化缘方式。今除末法有出家众，自言不靠他人布施，而这种种行业或工或商。 或兼工商贩卖，自食其力，实乃不解佛比丘乞食之深重义理。啊，诸位，有一个比丘尼自己种菜，自己种菜，自己把菜整理好，拿到菜市场去卖。 有人看过喽，这有信心的机士啊，看了就不知道怎么说。先出家相，在卖菜，所以离佛太遥远太久，不了解正法是什么，也很难归欠。 所以，现在分出去住的多，一个两个都靠自己，啊，所以变成佛教没有僧团的约束力，力量就不够大，慢慢的分散分化，这个就是末法，没有团结，各有立场，各有苦衷。 又很难处理，也没办法处理，难说是非对错。第三叫做破恶，比丘以修习界定慧，所以能破贪嗔痴慢等恶法，第四，不生，不生有恶意，一烦恼不生，以比丘修习三圣学，就是界定慧。 是圣地，就是苦集灭道，所以烦恼不生。此不生为自福，只息烦恼，令战不生，不起现行，非毕竟毕竟断，名为不生。此当前面三国位，二不再来三界中受生，这是指一正四国阿罗汉道的圣身，因为他们已经达到所谓我生已尽。 泛恨以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我身已尽，就是我今生今世已经断尽烦恼了，要出三界了。泛恨以利，也就是完全清净了，所作一半身口以清净，不受后有，不再来投胎转世了。此中我身已尽，是指我这是最后生，最后的国报生。泛恨以利，是指一切圣道清净之法。 也就是身可以完全清净，犯恨说我“我皆已成就圣道，已修所作一半”，是指一切烦恼我皆断尽，不受后有，是指不再来三界中受身，受后有之身。诸位，那个有就是业力，不受后面的业力所牵引，因为烦恼已断。 所以不再受三界之烦恼生，以上不谋，起示破恶不生，为比丘之四种意义。因此经文中大比丘，实系特别指已经证得阿罗汉道的比丘生。所以真正的含义是了不起的，称为大比丘，可不比一般。 众范文为生切，意为和合，故得称和合众。生众以和合，故得共住共修，千二百五十人聚。这是世尊的常随圣众，聚是在一起之意。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回向，愿以此功德。 消灾，在座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以及亡灵牌位拔度者，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 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花开见佛悟无声不退菩萨。好。嗯